们有了嘉义啦，还有我们屏东，这还少了一个高雄哈。那高雄区会可以说今天跟我们一样，同一天啊，今天也是早上啊，正在办国际储蓄互助社节哈。那他们的主委洪主委啊，特别希望我在现场呢啊，代表呢啊致意，祝今天的大会能够顺利圆满成功了哈。那我们也是祝福我们高雄区会哈啊，他们今天同时也是办这样子这场活动，能够圆满顺利。那接着下来，我们是不是协会的会务人员的当中啊？我们今天最高级了，我们的协会副秘书长洪副秘书长啊，来致辞一下。不是最高级，是最胖的那个哈。我们的主委，还有我们承办室的周社长、理事长，还有我们嘉义陈主委，屏东席委员，我们台南区会的委员，协会的同仁，还有各位台南区会的干部，专职，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是喜庆的日子，全世界的所有储蓄物社会在10月份。办了一个储蓄社节，那么这个节日是在表扬也感谢我们的干部还有专职所以待会有颁奖，那我也这边也恭喜我们所有的受奖人员也谢谢所有的理监事为储蓄物社的奉献。那今天大会看起来非常的成功，我等一下要去吃冰淇淋不管身材的了哈。那我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高兴的参与这些活动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祝我们大会成功，谢谢各位，谢谢。